比如说，我呢放在这个西瓜买进来之后，放在我的仓库里，然后呢，结果发生了水灾啊，泡水了，没有来不及搬它，泡水了，所以这个西瓜就不能卖。好，那就是我的什么非常损失。那非常损失，既然非常损失，你把它想成它就不能卖了，就是把它想成我的成本就是什么，就要减少，就是等于是我没有买那么多东西进来。 好，非常损失。好，我的西瓜呢损失了一些，所以呢，我的成本就会减少，因为它本非常损失本来就是，就把它想成是它不能卖的东西，所以成本就你想成你没有买那么多东西进来，没有买那么多东西进来，你的零售价也不应该定那么多，所以非常损失是会影响，这一段都是什么？影响你的成本率的计算。 这一段都是影响你的成本率的计算，所以你要去分哪些的交易，它会影响的是什么计算。好，所以像非常损失，它是会影响你的成本率的计算。好，所以不管是先进先出，还是平均成本法的成本率，好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影响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这些是影响我的这个成本率的计算。 那除了这个之外，还有没有呢？好，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，接下来我们要讲跟我销售有关系的。好，跟我销售有关系的。好，跟我销售有关系的呢，我们刚刚很简单只有一个什么，销货金额52万。如果告诉你是销货总额，然后又告诉你说。 我有销货折扣，那我有销货退回，那该怎么办？如果我有销货折扣，好，你现在想想看，我在定那个零售价的时候，我有去估计说我可能给多少买方的现金折扣吗？ 也就是说，我要从零售价去推，我有多少东西还没有卖，所以我就要去算的是什么？我当时候按照我当时候设定零售价的时候的心态或者是想法去做。所以我当时候在设我的销货折本，我在设我的零售价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去评估我可能会给人家多少的现金折扣。所以当我在算我的零售价卖掉的金额的时候。 销货折扣不用扣，因为我刚讲了，我在设定零售价的时候，我并没有去评估我会给人家多少的销售折扣去定我的零售价，没有。所以呢，我的零售价里头并没有把因为可能会给人家的现金折扣扣掉，所以当我在计算的时候，我卖的那一端，我的销货，我给你的这如果是销货总金额，销货总额。 之后呢，我可能会发生的是销货折扣、销货退回。好，那我刚刚已经讲了，销货折扣的时候呢，它不影响我在定零售价。好，所以呢，我的销，我本来这边我要去扣掉我的卖掉的零售价嘛，好，我要得到的是我出售的零售价，或者是减少的零售价。 减少的零售价，为什么会减少？基本上绝大部分来自你出售了，好，或者是出售的零售价。好，那我刚刚讲了，我的销货折扣，假设我现在销货总额是某某数字，销货折扣不影响我现在算我的零售价减少了多少金额。那我说基本上零售价为什么会减少？绝大部分来自于因为它卖了，好。 折扣不影响我的零售价的减少，因为我当时在定零售价的时候，并没有去估计我有多少零售会给多少买方的销货折扣，所以当我有销货折扣，不用扣它；我有销货退回要扣掉，因为什么？我卖掉销货总额是我全部卖出去了，他退我多少的时候，我才另外再承认销货退回呀。 所以我的销货收入的是我的总金额，并没有扣掉我的销货退回的金额。好，那销货。
总额当然也包含了你销货折扣在里头，因为是总金额嘛，所以全部都没有扣的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，我还有个什么员工折扣？请问一下，你写过那么多的会计分录跟买卖有关系的会计分录，你有发现进货折扣，有发现销货折扣率上，你有没有写过员工折扣？没有嘛，从来没有写过员工折扣这个科目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基本上我们都是什么，一个企业都要照顾自己的员工嘛，哈，所以呢，员工还有在打九折好了。好，那打九折，请问一下，我在定我的零售价的时候，好，建议嘛，哈，稍微等我一下下哈。我在定我的零售价的时候，我有去想说，我有多少是要卖给员工的，所以我零售价定的比较低嘛。先来看哈，我刚刚就跟我在定销货折扣一样，我有没有去想说，我的定的零售价里头有多少可能会发生销货折扣，所以我的零售价定的不一样？没有，我的东西卖给员工的时候，我也没有去想说，我的东西里头有多少会卖给员工，所以我零售价定的不一样？没有。但是你去想想看，当我卖给员工的时候，因为我一开始交易我就知道对象是谁，好，所以我卖给人家是100块，我卖给员工90块，所以我卖给员工的时候，我就是借现金代销货收入90块了。所以员工折扣有没有包含在我的销货收入的金额里面？再说一次哦。我说我假设我东西卖给人家正常是100块，我今天卖给员工是90块打九折，今天员工跟我买，我就是收到90块的现金，我是借现金贷销货收入90块，是不是我直接把员工折扣扣减掉了？我并没有说借现金90块，借员工折扣10块钱贷销货收入100块，没有啊，因为从头到尾。我没有承认销货员工折扣这个科目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卖给他的同这个时间点，我就知道他是我的员工，我就用九折卖给他。那我的销货折扣是我卖给他的时候还没有收到钱，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折扣期间付款，所以我卖给他是借应收账款100块，代销货收入100块。如果今天他在折扣期间之内取得2%的折扣的话，我是借现金98。借销货折扣2块钱，贷应收账款100块，所以我这样举这个分录的意思，告诉你说，销货收入在你一般卖给人家，虽然定有折扣，在你入账的时候并不知道他会不会在折扣期间之内付款，所以你的销货收入是包含销货折扣在里面。那你卖给员工的时候，因为你身份已经很确定了，所以你卖给他的时候，你已经把员工折扣的金额先扣掉了。就像我刚刚讲，我卖给员工90块，就是借现金或借应收账款都一样，带销货收入90块，所以员工折扣在当下就已经把它扣掉了，没有包含在我的销货收入里面。但是回过头来看呢，我刚刚讲说，我在定这个零售价的时候，并没有去决定我有多少要卖给员工，零售价定的不一样啊。所以呢，当我有这种情形的时候，我要把员工的零售员工的折扣加回去，还有一个正常损失。好，在我的销售过程里面，难免哈，就是我保存最常发生的是什么？比如说我有挥发性的那个商品，那我缺额的当中就难免哈，正常就是在我合理的情况之下让它什么？可以挥发掉的，所以我们本来买进来是100公升的酒精，好，可是呢，因为正常它会挥发掉百分之五好了，所以我正常可以卖的就是95%。那95%，你卖的等于说你可以卖的是95公斤的酒精，所以你卖掉95公斤，你拿到就是95公斤的销货收入，而且你定这个零售价的时候是用100公斤来算的，所以你的正常损失你要当做你是你卖掉的。所以得到我减少的零售价的金额，好，所以最后才会得到我的什么存货的零售价。好，然后再来根据我的成本流动假设来定出我是平均成本的零售价，还是先进先出的存货，好，这还是那个再定。从我的存货的零售价，根据我的成本率来决定出来
我是要算的是平均成本的零售价，还是平均成本的存货，还是先进先出的存货啊？对，就刚这一段就跟我们刚刚写的完全一样啊。所以我刚刚先写，我在算上面这一段，在算我成本率的时候，会考虑到的交易分组、交易事件。这一段是在考虑我卖掉的部分可能产生的交易现象。好，这是我们所以呢，请你回去呢，把251页到253页，好，一直到呢257页，好，这个地方呢又是比较新的东西。好，零售价法的计算里头比较新的东西。那下个礼拜我们再来讲其两个地方。好，就是我们的那个存货的决定。好，大家住校来了，好，那上次跟大家讲说，我们现在呢就因为住校是移动式的辅导，之前呢是每一个礼拜一都在2019等着大家来，那结果大家都没去。好，那我就跟请那个助教呢，我们就采取移动式的辅导，所以从现在开始每个礼拜下课还有一个小时就在教室里头，同学对尤其是对我刚刚所讲的有疑问的地方，就立即可以请教学弟的助教，可以帮你做最快速最有效率的解答，让你回去复习的时候都会上手。